马太福音第三章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他说：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，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，要受他的洗。约翰想要拦住他，说：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